三日中午与对夫妻正欲带着六个月大的婴儿开车外出购物，将婴儿绑在后座安全座椅，关上车门后，不料车子竟然自动上锁，父母赶紧联络锁匠来开锁，但锁匠到场后看着此种车款摇摇头说他没办法处理，焦急的父母赶紧报警请警方协助，男主派出所徐左翼政及警员至现场，与消防同仁破窗共同救出受困车内的婴儿，眼见婴儿全身冒汗，赶紧将他带至阴凉处所，所幸身体无大碍，